好，而去年9月开始，慈济技术学院发起了爱心捐款，为清寒的学生提供免费的代用餐券。而台电得知这样的善行之后，也募集了员工的爱心，一起来响应。投下竹筒，让爱不间断。台湾电力公司得知慈济技术学院师生发起校内爱心代用餐的善行，主动响应，亲自带来同仁募集的16000元善款。我们是用同仁的发挥我们的爱心，我们也希望说同仁呢在工作中，无论是该做的工作或者服务的工作以外呢，只要看到有弱势提报，按照发挥我们自己同仁之间的爱心。校方进一步介绍代用餐的意涵，不只让清寒学子免于三餐烦恼，餐券上的静思语更是鼓励受助学生有朝一日能翻转手心回馈社会，永远这个善的这个循环会持续的帮助他。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事情让学生能够去懂得去珍惜去感恩。从2013年9月开始，已经送出407张代用餐券，现在串联起这股爱心电力，让受助者与助人者的心都暖了起来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杨秀勉、叶朝庆，花莲报道。